如果你前女友都没有出现的话，怎么办？经过，经过。我来到南洋街，幻想有一天我会在人群里遇到她。老板，这可以修吗？抠机耶！同学，你玩我？啊，你不记得里面写什么？不记得哎。啊，不记得的东西就不重要了嘛。来送考卷喽。你先放这里好了。你还好吧？没事。喂。你到底去哪老了？啊，早上没来，你还吃乌龟啊？在飘嘞，啊，他不来听啦。我想把这些东西送还回去，我相信当他们的主人再次见到他，那些美好的时光就会重新被想起来。那请问一下，可以跟我说一下你们那边的地址吗？自己算没听过。好不明白嘞，点算好，那你再感受好不会。本店哦，日行一善，啊，这个改成绩单嘞，一改三百，啊，改十改上一改，啊，找人一改一千。啊，你找到嘞？找到较麻烦嘞，到未晓讲话，啊，出门佫无带手机啊。有吗？你那只熊啊？你认识啊？还是我们把寻宫启事这张纸飞机射出去？又在同一天分手，过分。留在地面的小羊告诉自己，数到一百的时候，他就要离开这个地方。大羊，你要吃虫子？你呢？还有蟑螂呢。你来了干嘛？没有，没干嘛。可是如果数到一百了，他都没有出现呢。我靠！你不会嫌你修过抠机吧？这个是我的兴趣。啊，你跟我找人找一句，是爱不找到，还是根本没有出现？这个人很痴情。1314，还有下河嘛？是在报名牌哦。这里的人都想知道更多的答案。我什么都惊啊！为啥说 no 呢？而我只想知道一个答案。好久不见。Thank you.